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对，想死你了！上大学了，然后咳一下吧，咳一下。你好像不是今儿早上到的吧？是啊，昨晚上怎么不来？你来不来？你别偷着我。 吃点你们天津特产，啊！我到无锡就别吃天津特产了。我能吃点无锡特产了。小笼包，这玩意儿不白吃吧？我先等会儿再吃。这玩意儿感觉不能白吃，不白吃，为你特意准备的。那这个环节是干嘛使的？吃饭，真吃饭，真的是吃饭。哦。哎呀妈呀！谁呀？啊，我姐啊，刚才是。 吃饱了哈，我可以再来一碗吗？对，好，你去拿，你要不要给您来一碗？我拿。哎，你上那边，上那边，上那边。啊，直接就进去了吗？对，啥时候来的？妈，我能坐你旁边不？妈，怎么又是烤土豆？ 都连着血缘呢，坤儿怎么不在啊？在发专辑，马上下来了，直接开录了是吧？李亚，哎，卖完了专辑，辛苦辛苦辛苦，在屋就卖完了。啊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胖了？不提了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<笑> 来，坤儿给你一杯吧。来，谢谢谢谢。吃。哎呀，整挺好，吃饱喝足。